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恩师卢俊宏台长。嗯，几几年属什么？1968年属猴，眼睛看不见。是你还是谁啊？是他，我帮他带看的。68年啊？嗯。啊，眼底视网膜破裂。是不是的？嗯。眼睛底呀、啊。哎，对。不是全部看不见，能够有一点点的光，一层，一点点，嗯，看得见，对，对不对啦？对，啊，这个你呢，听台长的话，你要许愿吃全素，台长今天可以帮你稍微治一下，让你看得更多一点，但是你不念经是没有办法的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这个人呢，脾气很倔，对人很好，但是呢，你的心只要别人伤过你，你永远不会忘记，这是你的毛病，改不改？对。改不改？改。你改，现在台长帮你治一下，好吗？好。啊，你感觉到眼睛很快就会热的啊、哦，好吧？我会让你，你现在可以看见一丝一丝的，过一会儿会亮一点点，好吧？你把感觉告诉大家哦。OK。好，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，好吗？啊、哦。好，慢慢睁开。现在眼睛热不热啊？眼睛热不热？嗯。有点热吗？清楚一点点啊。啊。看见了吗？嗯。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吃全素再念经，你会清楚两点点。然后你再放生再许愿，清楚五点点。好好好好好啊，你看看对不对，长得漂漂亮亮的，眼睛看不见多不好啊、嗯、对不对啊？对，要有信心。你相信不相信观世音菩萨能够帮你眼睛治好？知道啊，相信就好，对不对啊？相信。现在眼睛这里热不热啊？一点点热啊，一点热。它就是慢慢来的，像电热毯一样的，不会马上热的。知道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好好听话了啊、嗯、我告诉你，你呢上辈子呢在天上是一个鸟、哦、所以你呢应该是逃下来的，所以你的嗓子声音啊应该很好，讲话语言表达能力很多人都很愿意听的、嗯、对不对啊？对、哎、对，而且你还会唱歌，你要是好好学唱歌，你的声音很好的，嗯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对。哎，鸟嘞，大家要记住啊，不好好修不行，好好修什么都解决。我告诉你们，生癌症都不要怕，有观世音菩萨保佑，什么病都会好，相信了。相信。好吧。好。现在还会更亮一点点。嗯。啊、请问师父他的功课怎么做？他功课每天大悲咒要念27遍，心经要念49遍，礼佛念5遍，你知道吗？他主要是在天上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 他这个小鸟啊，灰呀、啊、灰呀、啊、灰呀、啊、看得天上有些不该看的东西了、哦、听得懂吗？所以让你现在看不见，你现在每天念5遍礼佛，说观世音菩萨，我忏悔我的过去，明白了吗？ Okay. 你看看，你眼睛慢慢的看了，明年啊，呵呵你啊来的时候啊，我看你啊看见很多了。谢谢你啊，台长。啊，好好听话啊。请问台长，他的小房子要念多少？他小房子要很多。嗯，
多少张？抄小房子，你先给他念，要念八百张。八百张。八百张之后呢，再不断的，八百张之后会很明显的看得见。那放生多少条鱼？放生要12000条鱼。好吧，你放心好了，这孩子挺乖的啊，在家里你别看他眼睛看不清楚，但是他把东西啊整理得干干净净。对，因为我看他家里，你们家里很干净的。谢谢。房子也挺大的。啊，对，啊，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你好好听话了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你们要相信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因为有些事情呢，我因为看你跟佛很有缘分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因为我看你啊，跟佛真的很有缘分，希望你好好的修。你要相信你的眼睛一定能够看，我告诉你最长时间是1年08个月，你保证看得见。啊，谢谢啊。好吧，人也漂亮了，开心了吧。嗯，对不对啊？对，你看现在眼睛又亮一点了吧。对，有看见了吗？看见你清楚发光啊。看见台长身上发光，看见吗？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，你们不要担心，这个人间解决不了问题，只有菩萨能解决。谢谢观世音菩萨。感恩台长，他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啊，没关系，师父背。这小丫头挺乖的啊。请师父再帮忙看一个亡人。好。刘继明，1996年亡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刘继明。继是什么继啊？纪念的纪，人民的民。文刀刘什么时候死的？96年。1996年。男的是吧？男的。哦，看见了。在阿修罗道。谢谢。我告诉你啊。我告诉你，个子长得蛮高的。哎，这个脸相长得蛮庄严的。就是头发很少。对的。鼓掌。听得懂吗？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。这是你先生啊？不是，是我的父亲。啊，你父亲是吧？对。有点官相嘛，好像活着的时候好像还有点做领导的这种。是的，是的，有一点。谢谢，谢谢师父。哦，手很巧哎。是不是？谢谢师父。是的。嗯，他说你活他活着的时候，你很不听话，尤其在感情上。是的，听得懂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啊，他曾经说过我是个坏孩子，我在梦里。他就是，其实他说你坏孩子，主要问题他不喜欢你这个老公了，你听得懂吗？这样的。你老公经常教唆你去骗他，这是他现在告诉我的。就你赶快给他多念点小房子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吧，好的，我再讲一点你就知道了。你爸爸手巧得不得了，家里什么都会做。做也做的这些东西。啊，就家里啊什么都会做，修修补补什么都会。是的。明白了吗？是的，是的。穿得很朴素。是的，是的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谢谢师父。穿老头衫。脖子圆的。是的。嗯，好了。